星一位晚上好，黑流星晚上好，德全晚上好，晚安。晚安呀，我刚刚回家，刚到家。谢谢黑流星的文手礼 ，Hello 上元雅一 ，Hello 北辰月天，晚安，小声晚安，一只草晚安。没有，我正在吃晚餐，刚刚练习去。嗯，好饿。而且我的晚餐其实是我练习之前买的，但是。我去练习的时候不饿，结果我刚刚练习完之后好饿。对啊，跳舞。我在吃越南河粉，脸好痒。阿春晚安，当然了，热量消耗了嘛。张晚安 ，Davy 晚安，企鹅晚安。不都两，我刚刚不跟我打招呼，哎，我没有看到你。Hello， 大卷晚上好，品贤晚上好，志祥晚上好，思涵晚上好。阿哲晚上好，你们看 ，Tika 你不喜欢吃哦，长出来了耶 ，Tika 你看，这是你的哎，你不喜欢吃吗？因为 Tika 在吃，我再帮他浇一点水好吗？你看。朱莉安晚上好，今天练习啊，然后就可以把胖胖果跟瘦瘦 ，Hello， 等一下，我要继续去生气了，不要啦。鳄鱼晚上好，超哥晚上好，朱莉安晚上好。今天是双马尾，对呀、啊。Tiga， 帮你，你看你的。去，过来。小白兔，晚上好，先吃你的晚餐，好的。提早播，我哪有提早播？九点半播不是吗？罗杰晚上好，我不是九点半播吗？因为会员里拿到果果，想说有缘分就过来看。会员里拿到我的什么呀？没有折棉被。安安，你好，品贤，我记得你之前好像有来过，对不对？九点半，对啊，不是九点半吗？我刚刚回家路上，然后呢，我就看我的那个行事历，然后就看到我写八点半播，然后呢，我就想说啊，我八点半播，然后那时候我还在回家，我吓死了。Hello， 笑笑。要买东西吗？不用。然后我就超紧张了，然后结果还好是九点半。后来去那个我去官网确认了一下，官网就是去那个店长，晚上好。
今天难得很准时，有吗？我刚刚还洗了衣服。小胖子吐槽：樱桃猫，这是板条吗？这是河粉。Tiger，你在干嘛？玉祥，晚上好。楚雄，晚上好。好久没看到果果了，好久不见呀！今天晚餐吃河粉，你有没有发现？啊板兔很久没来了，板兔去哪里了？原来平常是不准时的吗？有准时。Hello， 空空，晚上好，我的海底捞吗？不是，我在等你回去。我刚刚来了嘟。板兔有事情是吗？还是怎么了？我有一拖拉苦的话，我你快点，人家一直教你念。没有 ，Tiger 把我的那个水打翻，还好我已经喝的快结束了，快喝完了。谢谢品贤追踪，那你要记得去追踪我的 Insta。空空不用载妹妹，空空今天不用载妹妹吗？不用，妹妹已经考到驾照了。大姐，明明就有，我刚刚有吗？彩虹花，晚上好。嗯。刘海啊，可是我刚刚才剪刘海，干嘛？你突然跟我说板兔很久没啊？吉米哥晚上好，大福哥晚上好，莫里斯晚上好。你只有开播不准时，关播不准时哦，关播不准时。Fly 晚上好，差点要拖地。没有，还好是水。Hello， 猪晚上好。然后我以为你要跟我讲他为什么没有来啊？你为什么那么凶啊？奇怪、欸，什么然后凶巴巴？谢谢吉米周的枫叶，觉得还好小朋友，要不然我觉得上一次至少可以假借你妈妈再拖个半小时。谢谢 Fly 的告白气球。他说四月一号要出坑哦，他上次他有在直播的时候说过吗？啊、不是真的假的，不是啊，他是说认真的哦。你凶巴巴哎，大姐 ，Hello 季风 ，Hello 中心草莓酱，晚上好，凶巴巴大姐左尾门。对啊，凶巴巴大剑左卫门哎，难得四月一认真，他是啊，板兔，真的假的？为什么加速炸河粉？对，河粉是越南美食，谁不爱河粉？有谁不爱河粉？告诉我。我发现我对果果太好了，哪有？你对我很坏，所以你要对我好一点。踩勾了耶，恭喜加速啊。Hello Jack， 晚上好。什么叫做对我太好了？所以你不要对我好的意思吗？所以你对他很好，开玩笑的。什么意思？对我太好了，所以你要对我不好吗？真的吗？阿翔晚上好。
炸鸡要那种苦果果的。嗯嗯。原来4月1号愚人节会有人讲认真的事啊！这是版兔吗？版兔。其实果果对雨林说：“我真的，什么时候刚刚跟你讲啊？奇怪耶！”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讲的？我不是，我是昨天跟他见面的。版图，瑶晚上好，玉晚上好。所以品贤是第一次来看我的直播嘛？果果怎么这么晚吃晚餐？对，我刚工作完。版图是谁？是我的宝宝。你知道他在哪里吗？我找不到他。嘉宏晚上好，小轩。你要被果果吐槽，因为果果是相爱相杀，打打杀杀。其实我才是版兔。对呀、啊，很开心，开心，谢谢你来。看他爱不爱我了，果果工作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期待下礼拜见面。晚上好，欢迎多来玩。对，辛苦啦，吃饱先休息30分钟。你说我吗？当然是绝对的。好紧张哦！我下礼拜好紧张，怎么办？我好紧张，我真的好紧张，下礼拜公演我好紧张啊！你有没有觉得突然背上多了好几把刀？最近自己越看越多台了，辛苦了，正常现象。哦，会员礼是那个卡片吗？是吗，品贤？没事的啦，明明你叫大家要去看的。对，好紧张，怎么办了？你别紧张，你紧张，我们也紧张。我真的很紧张，怎么办？就跟上一场不一样，别人家的声音听得到，我听到有人笑得很大声。谁？别人家？你住？我要急救了，为什么要急救？就把我们当成 Tiger， 然后表演 Tiger。会员礼是亲签，我想起来了，我刚刚突然想到，我签过你的名字。发型怎么有点像小果果？有吗？因为你不爱我啊，我爱你啊，我爱大家，我爱大健，我爱我的宝宝，你们都是我的宝宝。因为他背上多了好几把粉丝的刀，以前感觉就，哦，你说2016的时候，好像有一点欸。你一定是对他太坏才跑走，我对你们最好了，沙浪嘿哟，我爱我的宝宝。这个月你们家队长生日，你没表示一下？对呀、啊，队长生日哎，谁是你的宝宝啊？你才宝宝，你们都是国宝宝啊，不然你们是什么？对吧？你们都是国宝宝啊。下次活动不敢去。大姐，你什么时候要来看我表演啊？为什么？大姐发生什么事情了？
艾瑞克 ，Hello。如果从物理上来说，果果才是我的宝宝，不是你才是我的宝宝。比你大一届还算宝宝，要表示他还没到啊生日，大概10月是。为什么不来看我表演？我难过。下次你可以来呀、啊。我懒得。头发好乱，物理上来说，票也好像有点难抢。不是小宝宝，是大宝宝。我只能在国外轻轻的支援做果果，希望之后你可以亲自看到。嗨悠悠，晚上好，晚安柠檬，塔瓦哥晚上好，西恩晚上好 ，DJ 晚晚上好。你要穿帮宝士还是帮大人啊？晚上好，这是什么？什么歌？诗阳歌吗？晴阳，诗阳。我跟你想跟你说 ，Thank you， 那个诗雅的线都很好看。对吧？我本来想要放他唱歌的声音，唱歌的。他那时候我们在拍照的时候有唱歌，不过背景其他人的声音太大，就不能发，有点可惜。美丽的果果你好，林爸，阿刚晚上好，玄瑶晚上好。那是羊对不对？那是羊对吧？玄瑶是羊吧？我刚刚发现我好像包大人的话，我要去找找。Don't touch me， 幕后战役。那有人要来买花花吗？果果记得，当然记得。好像是过了很久之后才记得。请见谅我的那个记忆有点不好，我才花，你好，我想要吃我的汤都要被吸干了呢。你去交流到附近卖玉兰花，我就买花花。好，但是万一有车子想撞我怎么办 ？Hello， 仙玉不会来晚了，我刚开没多久而已。我跟你们说，这次晚餐难得可以从高处。恭喜晋级成知名粉丝 Olivia， 晚安，这是晚餐。你好，乱说，珍珠不是是，我又一次买光买一袋，绑架！救命！有人绑架我！谢谢樱桃猫的玫瑰。我跟你们说，我吃河粉的时候，越南河粉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吃醋，不是吃醋，吃酸酸的东西，就吃醋我也很喜欢。就是我每次吃水饺的时候都加很多醋，然后我吃河粉的时候我都会加，大概他们都会切那个柠檬片，我都要加2到3个柠檬片，爱吃醋耶。
那我就在思源国掰。嗯，结果大箭车后面一堆国宝在追杀。嗨了黄鱼，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怎么那个？我加三遍。我超爱水果醋的，吃醋好，我都加超多柠檬，对吧？我也是，我都加超多。难怪大家都什么，我都加好多柠檬。妈，金刚过来。香香不用洗澡了，可是我想带你去洗蹦蹦。嗯，娘，嗯，嗯，嗯，他不理我。边缘萌新小薰，你好，小薰。那头贴是 Daisy。失控的猫猫又在欺负我，我超喜欢吸它的，对吧 ？Tiga， 它在吃猫草，它在吃。代代晚上好，最近都不给你抱，是吗？是吗？真的吗？有吗？它明明不想跟你亲亲，等一下它嘴巴都是它的毛。我的晚餐。果果有点累的时候是吗？我都没发现，有吗？我自己吗？有吗？我应该是无时无刻都在吸猫吧，所以 TK 是果果的替身。好像是哦。那我是你们的替身饮料嘛，我也每天吸我家的猫。我明明就是在语音说，我跟你说大件超坏的。所以我们也要。玉超晚上好，微如晚上好。版图。雨林差点死，为什么要死在雨林台？今天看完你的直播，又可以撑到下礼拜。Hello， 你回来了呀，版图。因为我很跟雨林待在一起，他吃醋吃杂，说我都偏心不公平。哎嘿嘿嘿，我先忙了，好的哟。嗨，我常常会跟他聊你们呀，德全有去过。雨林台吗？希望下周抽个好位置，位置还没出来哦。德全，你问你前面的那个晴跟雨是谁啊？是雨林还是诗雨？还是雨晴还是小晴？有没有想我有？我只去过一次去走大件的，所以我只好
公平一点变凶爸爸，是雨晴哦，是雨晴哦，好像问过我了哈，对不起，没看过剧组公演之后有机会欢迎来看，一定要来看。啾啾，你回来了呀！我都没看过公演，真的？真的吗？真的吗？刚刚去洗碗，辛苦哦。我跟你说，我今天忘记倒垃圾，是心好男人，真的啊，是吗？可是我记得你上次说你太远了，有来耶，还是自我记错？对不起，那你下次可以来，有机会的话。满兔是哪里人呀？起床了呀！嗯，哎，你怎么那么好摸啊？你去找布娜陪他玩好不好？布娜很无聊在外面，可惜礼拜天有事，草组无法看。原来是蜘蛛的一天没到不会怎样吧？可是今天礼拜几啊？今天礼拜四，因为我礼拜三没收，所以代表昨天也没到。因为我今天回家的时候，因为我今天赶着出门，我完全忘记。Hello， 奶冻卷，你问过了，看不到留言了，你可以屁股走开吗？谢谢。薛亚波热，所以意思是要跑走的意思了吗？撑过去就是你的了。我看，学测要面试了，这个月份的 pass。对啊，你跟我，所以你跟我同一届啊。现在要对国画一点，你舍得？我又被呆国遗忘了，为什么叫做你又被我遗忘了？我哪有遗忘你？几个意思？那要先说拜拜，走啊！什么？会是对吼的反应？诶，为什么会是对吼的反应？没有，因为我想到对吼，就是对吼，吃饱还没吃饱，那我跟着去看诗雅好了。你们别跑呀！啊哈，不是就下礼拜要面试了吗？哇哇！一分钟后回来，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大姐？你给我待着，我们要好好讨论讨论我们的问题，好吗？嗨，李维，好久不见，我讲过住哪里了？你让我想一下，你让我回想，我认真回想，是跟德全是邻居吗？还是？不是，
很远是屏东吗？我想不起来，等一下我思考一下，还好我有两只手机。你们的问题什么问题？德全大健说，大健说雨林跟大健说，我说大健对我很温柔，可是因为我跟雨林聊天的时候，我就说我跟，拜托让我去思雅那拿一下狗狗来，好吧，那你拿个狗狗就回来。我是邻居，我怎么不是 ？Hello， 幻影战士。等一下，我还没讲完，因为我每次跟他聊天的时候，我都会说，因为我的粉丝都对我很好、很温柔之类的。然后呢，雨林就跟大健说，然后呢，大健说他现在要对我坏一点，什么意思？文山区，我听你讲完再去，因为你们真的都对我很好呀。哼哼，我是幸福的人。我也很纳闷啊，什么什么什么哪里哪很纳闷啊，我看一下西恩说了啥哈。全哥有邻居也是粉丝，是啾啾吗还是是什么？等一下啦，我记得不是邻居，是你说不是邻居，是住在附近是吧？之前有聊过。 Hello 家住我幸福的人。Hello， 我是幸福的，我也要对果果怀邻居家。那我可能不是你粉丝凶爸爸，你是对我最好的人。是我的宝宝，所以是幻影战士，你认错人了。那你记得什么？金兵东北先是兵吗？我知道有一个卢卡的粉丝是住在我家附近。好啦，我一分钟后回来。好，等一下我在思考，我在回想版图住哪里。我对待国也很温柔。对呀，你们都对我很温柔啊。我果果星啊，你是萌星来着啊。等一下我思考一下，第一次来看直播。我知道版兔，你是不是住在，怎么会觉得你想得起，你怎么会觉得你，我想得起来吧。让我想一下嘛，那我要改成东海道线好了。东海道线为什么？哦，你怎么会觉得你会想得起来？真第一次看起来看。Hello， 等一下啦，我好像只记得李维住桃园，德全住，我可以讲出来吗？然后德全是木栅还是？然后大店是台南。然后幻影战士是香港吗？ Hello， 幽灵国宝，我知道有一个是跟我一样住，但现在对我也忘记了，你还是拜托他告诉你，可以去偷看信。是，还有勇是新加坡，桃园出美女，我也要搬去桃园。这样子我就可以说我是桃园的，然后呢，他们就说哇，桃园都是美女，就假装就是什么蹭一下。三重啊，对，三重空空躺着就会被泄露个子，对不起。然后呢，我就想一下哈，然后就好像就忘记了，对。晚安，九蛋晚安，晚上好。我国记忆正在下降是正常吗？我记得黑流星啊，黑流星是新店桃园学生妹超，那我一去桃园也变美女，有可能哦。Davy 是新加坡马来，这种人还好，又不是地址，不要再折磨你的脑袋。John 是。果果有记忆力，
那跟你比较近，什么什么？湖月是正大那边啊，湖月三重空空感觉好，三重空空感觉好屁，好 peace。Davy 跟我一样啊，香港好厉害，记好多粉丝资讯，哪有？都住果果心里啊，他说反正我知道你住哪，人住在我心里了。不错嘛，现在在考粉丝生日，我真的没有记不得。好的，呆国记错，请你原谅我。Hello 阿翔 ，Hello 阿翔，你有在记粉丝生日吗？不然我现在记好吗？我觉得你连我生日都想不起来，什么会记我住哪？我觉得生日真的很难记，因为我真的。我觉得地址还比较好，不是地址住哪还比较好记，因为我觉得地址是，哎，我突然想起来德全在哪里工作，好，不是重点，就是我真的对数字记不太起来，对，改口了叫呆国，看来越来越那个了哟 ，David。我要搬去娃娃国住，不要呀，空空。可是你他不记得我什么，我哪有不记得你？淋巴住哪套啊？果果怎么会知道我在哪工作？因为之前我买饮料，然后你说你的公司旁边也有一个那间店。我是不是被干嘛叫我？因为我叫你不行啊，想叫你啊。哪记得住粉丝的？可以呀、啊，你最屁，好多人被资讯了。我也这么觉得，记粉丝的果果会脑子宕机，因为我真的很不太会记别人的生日。我现在唯一记得的，我来数数看：爸爸妈妈、姐姐，我的朋友一，朋友二。朋友三，而且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跟我国小好的，就是跟我国小就认识的好朋友。然后他有一年就生日，我记得他是七月底还是八月初。然后呢，我那时候就很开心，我想说，我一定要第一个祝他生日快乐。然后呢，我就等到十二点跟他祝生日快乐，说生日快乐。然后他就说，我生日还没到。对不起我的好朋友玉安晚上好，田中豆粒王晚上好，艾瑞克在忙吗？艾瑞克哈喽，你还在忙对吧？所以在国连成员都没在记生日，怎么会记粉丝的？所以请你们原谅我好吗？拜托，对不起。你可以说先帮他暖手，可以耶，真的很好笑。我也没在记，但你记得结的，结的是2月14，然后雨林的是7月11，然后是品涵是12月24，然后思源思源是4月23呢还是什么？前几天思雅不是。前阵子上去年还是前年的生日，思远就找我，他就说我忘记有什么事情，然后他就说快点，今天是我生日来找我。然后呢我就很紧张，他说啊是生日，因为我真的424啊，我刚刚讲几号，23了，我刚讲几号啊。然后
2月12日、2月13日、2月13日，他们是连在一起的。哦，我还没有讲完我的星星的呢，忘记。星星的是，哎，我忘了六月吗？其实都记得好清楚哎。我觉得我会先被阴晕。什么事？我还以为说你买饮料看到德全在旁边哦，不是。如果果果不是偶像，肯定每天去德全工作地蹲点。为什么？雨林的准备，我刚刚说啦，雨林7月11日 ，right？星星是什么时候啊？完蛋，啊！6月23日哦，是吗？去换了户籍，为什么？我记得是6月22、23，记得是6月23，对吗？是吗？啊，忘记了，怎么换户籍去了？我有记星星的果果双马尾，真的吗？想看更多双马尾的话，欢迎来看我们的公演呢、啊。或者是欢迎买我的生写真。我好期待你们赶快收到巫女的纸笔呀、啊！不要，惩罚你忘掉，你再告诉我一次，然后你把户籍地改回来嘛。不要，可是我的纸笔，而且我跟你们说，突然我现在才发现，因为生写真是花店店员，对，之后的都不一样。然后我那个叫什么，我觉得欺负果果不好玩。我要说什么我忘了。这发型年轻这么厉害吗？什么这么厉害？我讲了什么忘记我刚刚讲了什么。嗨，我忘记倒垃圾了。哎呀！难怪臭臭的，讲到大声，还敢说忘记？哥哥还能讲的理直气壮，那要跟妈咪先告知他一下，不然被他看到的话，他自己发现的话更惨。嗯，皮卡过来，皮卡。
然后我也有养狗狗，我养了一只狗狗跟一只猫猫。你又在欺负它，所以狗狗少做一次 JS。你给我老娘等着，等一下我再修理你。我怕会不小心增推。什么意思？不会打，他们有时候会打架。第一个卷郭幸运的卷，为什么？我哪有欺负伯伯？猫狗相处，对呀、啊。有时候 Tig 可能跳到那个冷气机上面，不是冷气机，钢琴或者是不是钢琴，冰箱上面，或者是他跳到高处，待在高处的话，然后 Bruno 都会去找 Tig。 IG 桌布上次说要给你，那你现在快点给我，已经欠100张，欠果果100。我还是很爱我们狗狗的，嘿嘿。回来了，回到寝室了。你是住宿是吗？我喜欢我今天化的妆，因为你只爱 Tiger。 我哪有呀，是因为七个不能比较黏妈妈，每天半夜的时候我都陪不能玩丢玩具。给你们看我前几天去拔罐，你们有看到吗？幻影战士也欠狗狗100张配甲。不是，因为我不是一直跟你们说我常常头不舒服吗？我就去给人家按摩。现在没有，我觉得蛮痛的。就是会有痛，但是不会到你没办法忍受。刚刚去厕所，喝太多吧？我帮你打113。为什么要打113？看你今天会不会想到身体容易不太舒服吗？有，还好，好很多了。嗨，还好没有发生事情，安全回来部队，他出去吃饭。哦，我哭灵了。
拔罐不痛吗？还好没有很痛。狗狗叫得好凶，它在跟妈咪玩。嗯嗯嗯嗯。狗狗猫奴，我不是猫奴吧？喵喵喵。小春，你回来。猫头充满果果的口水。Hello， 夜风明月，好久不见，晚上好。他眼睛闭起来呢。好吧，他没有。哎，你这个小坏蛋，我还要帮你。我还要帮你剪指甲。嗯哼哼哼气血循环不良，他把我就是脖子的时候超痛的，真的超痛，我快要，我就是哈哈哈超痛的，小心他要到你床上。这个头臭掉，因为这个头很香。之后去。之后穿猫偶装去握果果，定期不然会刮。上次多久要剪一次？我一个礼拜帮他剪一次会太多吗？但是他们指甲真的长很快。不就要整身换掉？不过只要是合格定期做拔罐，至少会让你的身体。毒素排出，嗯，我想要去定期拔罐之类，因为拔完之后的头真的都没有痛，就觉得好开心哦。可是所以就是不能给人家乱拔罐，对不对？可是我现在摸它好痛啊！明天要再去整，找整复师，所以你也有去是吗？这要看的，有可能某个经脉堵住打通，就会全身舒畅。台北地下街有火拔罐，好可怕啊！火拔罐是什么东西啊？看个人需求，本来就不能随便的。颈部，我会跟你们说一件事情吗？因为我其实他不行了，想睡觉了，快睡快睡，谢谢啾啾，谢谢啾啾的温手礼，晚安。不过这个是要专门中医师，等一下啾啾就走了吗？啾啾。你是今天的第三名，你是今天的第三名，谢谢啾啾。好了，你可以去睡觉了，晚安，啾啾。哦，还没跟你们讲，这是要，因为我那天其实是去给人家按，好哦，谢谢，拜拜。就是我那天是去给那种。人家按摩的，按摩就是想说按一下我的肩膀，结果呢，他就按一按，就跟我说什么，哇，你这个什么气节真的是都堵住了，还是什么，怎么要把它弄开啊？就是他又说什么，他就一直边按我一边碎碎念说，我很可怕什么什么的。然后呢，他后来就帮我拔罐，然后我也不知道，然后呢，我就给他拔了。Wow.
前帮你剪指甲哦。你指甲变长而已。有人陪的话是还好，他只是想赚你的钱。那些师傅都很爱随你，对啊，肩膀嘛有可能啊。他就说，他反正他那个那些师傅就是拔罐，对对对，反正就是那个按摩师傅帮我拔罐的话，回家被妈咪看到，妈妈就说不要随便乱找人拔罐。那我就说我不是去拔罐的，我是去按摩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帮我拔罐了。踢个生无可恋。晚安，以为你要去哪里？赚他的钱，那不就是赚你的钱？我妈教训的好，可是我只是想要去给他按个摩啊，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帮我拔罐。头痛的话，按一下后面两条大筋。对啊，可是自己按都就是没什么效果。哦哦，困，今天早起了吗？快去睡吧。晚安，李维。眼睛痒。不过是不要跨日，是不是要跨日？没有，我现在11点左右关。一点点会过敏，对猫毛一点点小小的过敏，但是不严重。听哥哥，你说我吗？还是你？我放歌给你听呀。还乱洗，忍不住。星范注意，他口中的11点左右就是11点半。我之前念书念到我其实也是，就是只要头痛，因为头痛的话真的是很不舒服，就是那种剧痛。可是有时候就是小小痛，然后我已经习惯了那个小小痛，所以我不太，我就是跟着就让他痛。但是我很这几天我真的很长，就是基本上是每天都突然那种巨无敌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睡觉没有睡好嘛，不是没有，我睡很好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吃太咸或者是干嘛的。然后呢，可是我就又不敢一直吃止痛药，感觉不是对身体不好。原来是11点半，该不会是懒我点。忽然想你的时候，好，头痛，常常头痛的人也不能喝太多绿茶，知道吗？咖啡因好像就是不好。对啊，要去看。这首吗？果果还要演艺事业，正常饮食，没错没错，因为我很喜欢喝绿茶。
我现在都是，是不是偏头痛都是现在人常有的问题啊？要喝无糖的，喝茶不太好，也不是不好啊，就是不要太常喝吧，我也不知道。我在吃晚餐，不是宵夜。读书思考的时候脑袋会产生皱褶之类，是这样子吗？可是我有时候就是莫名其妙的痛，也不是在读书的时候，超累时会痛，唯一解法提早睡，隔天就好了。可是我是就是没有原因的嘛，我不知道，我还没就是吃个饭，好的，就是我因为我也睡很好，我真的睡超好的，然后可是也会头痛，而且我不会不吹头发，这首我蛮爱听的，最近才听，这首好听，我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哎。Hello， 西兰，我现在也是很痛苦，每一天都要读到，辛苦了，大概睡多久？我有时候会睡很久，可能身体偏虚哦。哦，我好像身体比较就是比较虚，所以我最近有在吃那个中药，吃中药调身体。医生说我气血不足还是什么的，反正对那个中医师有讲说我的身体比较虚一点。为什么？是不是因为我的不太这个身体的吸收能力不太好？果果双马尾好萌，谢谢。不过都不用担心，我非常好，也非常之健康。听果果讲话也是亲亲，真的吗？他最近的新歌叫《乐游云》，作息不正常，气血不好，只能慢慢调理。你要再喝饮料吗？怎么可能身体吸收不好，身高？只能慢慢调，真的是慢慢调。爱吃冰的，对，而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就是我有时候手上拿着，我昨天吃了一个冰淇淋，然后呢，我吃到一半的时候想说，我们在吃冰淇淋。One drink, one night, one evening.
好想，为什么这几天这么冷哎、欸？我就是有点想吃，因为公司楼下开了一个新的那个美食街有个新的那个冰淇淋的店，然后我就吃了，但我真的很想吃。你就贪吃啊！我哪有？都是公司位置的问题，没错。那么晚还玩化妆品，反正我怎么样都得卸妆。你快下班。好了，我画好了，不画了。很好吃哦，我觉得，不过有点就是，那是美食街的错，去帮你骂他。不要，那个店员很好哎。果果，你的筋骨还是一样软吗？我的不知道哎，怎么了？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我透露一下，好，拜托店员人，因为我那天在吃咖喱饭的时候，咖喱饭喷到我的裤子上，我就难过，我在那边擦不掉。结果后来我去买冰淇淋的时候，那个店员看到就跟我说，他就说了，你的裤子脏脏的，给你一个湿纸巾擦干净，知道吗？好的。你可以透露一下吗，版兔？日月潭，台南，日月潭。原来是你自己耍笨，那是你傻傻的，是吗？日月潭对不对？是不是日月潭？滚！难，对不起。果果是素颜，不是我化妆，我有化妆。果果的定义要是泪流满面、北投的像南投日月潭。对啦，对啦，对不对？对不对？你可以吞下去。为什么是潭？为什么不拆县市？因为他说他住四面不靠海的地方，不就是日月潭吗？没人逼你立马讲。好，我忍，我忍。这逻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因为我想到四面不靠海，就想到日月潭呐、啊。没记县市，你南投嘛，对吧？南投。
不过他是在绑双马尾，为什么？不喜欢呀。过一阵子，好，我记得了。那台妹可能就猜101。日月潭不是，它是一个景点哦，不是一个地方吗？我愿不准你双，我忘了回是雨太。那我下次也把他们的 MV 拍摄跟歌曲，我觉得很好听耶，谢谢谢谢玉祥的分享。再滴滴啊，我十个键盘都不够贵。滴滴战士好香。横渡永赛可能办不成，真的假的？真的吗？这是真的吗？哪一天平汉国过，给你订床。头发是丑的，是香的。他们的歌渡过难关，会考要到啦，加油啊！县玉假新闻好吗？好险还没有摸，还没有摸摸。我在很多台也看到你哦，空空被抓包了吧？你在笑别人呀？我不信，我们看吗？是香香的。怎么叫做昨天看到一张水很少的照片？这个难点，这个通常帮完。为什么？品贤是77推哦，原来哦。我有喷香水，好臭，好香。只是我不想嘴他，不敢惹三重，人家欺负空空好不好？被放生一堆奇怪生物会咬人的。真的假的？好可怕哎！你再一句啦！日月潭都能用走了，还不缺吗？果果可以跟七七说，你有个粉丝叫品贤，单推到处浪。因为我们这样子是好事嘛。This is my son, Charlie Baldwin. Name and shame. This is the boy that's so disgusting that everyone's put on Asda's. Here he is today, and this is what's going to happen.见怪不怪了，空空真的怕。什么意思？缺水危机，一个之前容易淹水北部地方，南港，国父纪念馆。
洗澡去了，好的哟。你在演呢、啊？明天在凌晨四点到六点的时候，辛苦了，快睡吧，晚安。我这一周要停两天水。戏子新北啊，是戏子还是新北？猜对了，新北啊，嗯，你怎么一副过来人的口吻？让你再挣扎一下。对耶，我今天还没发卡，嗯，别发卡，我都要关播了。Tik， 你怎么又在睡觉？你睡了一整天了耶，你快起床啊！你别再睡了。起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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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你是不是去尿尿嘞？我闻到有猫砂的味道。咕叽咕叽咕叽，咕叽咕叽咕叽，咕叽啊！别咬我了。可怜的 Tiger， 为什么不给他睡？让他晚上睡不着，要吵我、欸。Tiger 跟我一样爱虐包台。对啊，你不要睡觉嘛，你起床好不好啊？见你又需要剪指甲了耶，我帮你剪指甲好不好？你等一下，你不要动。大家在看，所以你要乖乖给我剪 ，OK？ 好呢，没事没事没事，听哥，等一下嘛，你等我一下，等一下，好，那等一下呢？啊，你要乖乖的。脏脏的袜底，以后你的小孩绝对也会吵你起床了，起床了，好可怕！七七看对象的施压，像空音乐、品贤这些，他知道有推他的一定施压，真的啊。吵你不好吗？可是我在睡觉。然后我来帮德全请教他家停电中，辛苦了德全。我想说你怎么突然不见了？修罗场在线，没得补眠，但是可以吃外面的早餐。这什么画面？听着，你过来啦，你不要再吃草了，你过来我帮你。你看我帮你种草，你就给我剪一下这个小尾巴好不好？不是小尾巴啦，小指甲好不好？等一下，我只剪了一只而已，你要有耐心好吗？我怎么教你的？嗯，我是怎么教你的？啊！等一下啦！什么？啊！等一下，你不要动它啊！等一下，等一下啊！你等一下，拜托。
好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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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ger 好棒。你好乖，嗯。可是我要剪你的后脚跟，你叫我剪不到你的后脚跟。那我等一下带你那去吃这个，那我请你吃，请你吃这个，好不好？饼干过来。我回来了。怎么回事？你们干嘛聊啊？可以加推果果，我看到了品咸，不要翻前面的留言。我翻果果，我推宝 ，Don't touch me， 谢谢。尾巴很能剪。Tiger 加油。国书的低吼，我回来翻好前面，怕没看到你们。Hello， 团宝宝，你来啦！超级赛亚。果果其实是男的吼，我沾到你的鼻子了，猫咪。这太大条了，我觉得你吃的够了。等一下你等一下好吗？啊！长痛不如短痛。如此稳重的低吼，肯定是我是男孩子啦。其实，以后不会果果就会，我刚刚没有，我刚刚是停顿了一下，你干什么？喂你吃好吃的好吗？嗨，你看，还有喂，好可爱呀！真的是停顿吗？真的是。卡了吗？各位，我还在吗 ？Tiger， 你不吃了，你还有一点点。Tiger， 你看，刚刚根本就是停顿。以前对你不礼貌是我不对，请不要剪我尾巴。你的尾巴长在哪？
小卡，是不是该关播了？为什么每次我关播的时候就卡？还是其实是你们骗我啊？要重开了吗？我不知道哎，没有，刚刚剪指甲的时候是很顺的。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偏闲？不是，我刚刚真的没有想要重开了吗？我不知道哎，没有，刚刚剪指甲的时候是很顺的。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偏闲？不是，我刚刚真的没有想。哎，罗哈。十一。我也想放啊，该换手机了。该换手机了吗？ Time to change my phone。 我回来了，不是不死心好吗？是我还没念排名，还有我还没跟你们说晚安，然后我姐姐的手机画质也太好了吧。 Hello， 我回来了， Welcome back。我重开了，我还拿了姐姐的手机，我手机真的开不了，怎么会这样呢？你重开是想十二点关？不是，我是来跟你们说晚安的，我真的要关了，少装，我要关了啦，真的。为什么不相信我呢？竟然，那我要新手机给你换，好，好。我们约在，请你放在好的晚安哦，我可以了，我重开了，各位，今天来为新加入的宝宝唱点歌吧。画质确实变好，真的啊，变好很多吗？你根本是想十二点关，才不是，我真的不是。果果要跨日了，嗯，你们说呢？我可能要关播才涂口红。我刚刚在吃东西呀、啊。果姐用什么手机？果姐好像是十二吧？不是，是十一。十一 Pro 什么的，最大台的那个。好吧，好吧，看到你补妆就不妙。我只是想补点妆而已，你们不要这么紧张好不好？黑流星 ，Hello。还能继续看 Pro Max 哦，对，是 Pro Max， 是哦，那是最大台的，对吧？我要换，想换十二，都几点干嘛补？就突然想要补一下，快睡觉补什么？奇怪，我等一下就都是得卸妆的，你就让我化个妆会怎么样吗？不会嘛，对不对？这样我们还可以请你们帮我截图好看的照片，不要浪费。终于顺了，刚刚排名念到哪？我刚刚没念排名，我就关播了。所以我是没关的意思吗？我刚刚关播了耶。不然以后都偷姐姐的手机播好了，嘿嘿。你可以卸妆，不可以补妆。不行，我觉得我卸妆会很可怕，所以我们不卸妆，我们补妆就好。为什么我不能补妆？我想要补妆。
边说官播边补充，什么奸笑？我觉得我手机快坏掉了，怎么办？好想换新手机啊！好好好，请补，请补。还是说，我把我存的钱拿去换十二。我现在是十一。我嘴巴变好看了吧？为什么想看素的我又不好看？十一还可以吧？对啦，可能只是因为我刚刚边充电边开播，我手机有点烫。我用 10R。还够用吼，那我就不换。只是最近不知道，因为我的手机寿命都比较短，就是我用 i7。i7 是小小台那个吗？边充电的关系，怎么办？我好害怕我手机坏掉，我真的要好好对待我的手机。不对耶，安卓能用就好了，对，只要能用就好。我就突然想要化妆嘛。坏掉买新的，好的，不用补妆了。对啊，我明明就要下播，我真的要下播，播到23:45，你说的算，那我就播到23:45。好奇怪的时间补妆，习惯了。我们来唱歌好了，突然想唱点歌呢。可以，我再播了。我的鼻子好痒。果果唱歌好听，玲玲说：“哦，真的吗？他真的这么觉得吗？”果然只会看到继续播。突然想唱这首歌。25差不多一分钟扣一张券。你为什么？听我唱歌不震动鼻子的声音，有声音的。快点去睡睡，还没，我要睡。Daisy 晚安，我的鼻子真的很痒。晚安，晚安，晚安。于是他就这样冷了，于是天就这样亮了，于是你就这样离开了，于是我终于醒了。于是你我从此远了，于是路从此分岔了，你的脸从此就陌生了。哦，虽然我有一点不舍，可是时间不可能停下，不能停下，不会停下，时间一直在变化。不等等我。落
去都已经过去了，既然回不去了，我还在烦恼什么？于是告诉自己不要哭，我不要哭，我不能哭，前方的路走一步，再走一步就会幸福。大家都不要管呆果，我们先看他一个人什么播。我唱歌啊，你们理我啦，我再唱一下下就关播。大家好，晚上好，感恩晚上好，关火火晚上好，不相信晚上好，不相信理我。那要集体离开，你知道我，你们在听我唱两首歌吗？就有听，对呀、啊，你看你们要替第一次来的粉丝想啊，对吧？我就去唱。可是时间不可能停下，不能停下，不会停下，世界一直在变化着，你也变了，我也变了，过去都已经过去了。既然回不去了，我还在烦恼什么？于是告诉自己不要哭，我不要哭，我不能哭，往前方的路走一步，再走一步就会幸福。独处才有一点孤独，真的那么想唱吗？没有啊，你要不唱他下次才会为了听再来。哦，是这样子哦，高音很稳呢。谢谢。真的吗？真的没有人想听我唱歌吗？那下次我应该还会来吧。要来了，方坤晚上好。你慢慢唱，我们去睡觉。同学还没，还没。做了美丽的噩梦，想清醒我却抵不过心动，梦里你是无底的黑洞，我无力抗拒失重，我的意识自控，脉搏流动全被你生命里操控，亲爱的你是无限的迷宫，我找不到出口。You took my heart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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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y. My heart is pulled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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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y. 你就是传说来自天堂的魔鬼。Took my heart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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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y. Oh.细心问候，这是你也不察觉的阴谋。我讨厌你无心的微笑，我快无可救药。一个漩涡慢慢让我无法从理智的坠落。的你啊 ，Hard away。My heart is blown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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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y. 你就是传说来自天堂的魔鬼。Took my heart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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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y.
姐你好。啊啊、如果你是舍得诱惑，你存心迷惑，我才能软弱。但你是牛顿投下那颗若无其事的苹果。It's in my heart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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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y. It's in my heart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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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y. 我感觉是很喜欢唱歌，我很还挺喜欢唱歌，很好听，谢谢。谢谢团宝宝的214爱你。来自天堂的魔鬼，从美好的未来，有美女的地方就有。接到我的手里，好，包包，我们今天12点关好了。不是，就是，你们，就是，其实我最近有点想要去唱歌。Oh no。你们就陪我唱一下哦。你说青涩对的初恋，去唱对啊，冰，你慢慢播，我先睡觉。真的吗？你们要睡了？好吧，那我等一下就关，我等一下就关了，我就是会关，那我等一下就关。相遇的时间，你说空瓶是何许愿，在风暖月光的地点，第十三月你就如期出现，海之角也不再遥远，你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夏天，听不见的宣言，重复过很多年，被危险的思念被季风吹远，吹远默念的侧脸，吹远冰城的诗篇。那么想唱的话，你关播可以唱给国国妈，不想听我唱的，自主下播啊！不要。念一把我昨天在我身手的笑脸，你却未看过一眼。趁直播练歌。好，谢谢，难得我觉得我今天唱歌很好听，你们让我多唱几首嘛。你说空瓶是何许愿，唱去哪里了。第十三月你就如期出现，海之角也不再遥远，你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夏天，听不见的宣言，重复过很多年，被危险的思念被季风吹远，吹远默念的诗，吹远冰城的诗篇，你
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叶片，是不同的世界，却从不曾告别。哦，刚刚重开了一次，因为我宕机。却未看过一眼，飞远我栖息的夏天，听不见的睡眼，重复过很多年，在思念被季风吹远。怎么又开了？因为我还没念排名，想说跟你们说晚安再睡觉，所以我突然想唱歌。你骄傲的飞远，我栖息的叶片，是不同的世界，却从不曾告别。曾爱月的想念愈合我昨天。你们别走嘛，你要不休息到时又不行。大家保重晚安。嘿，流星不是要睡了吗？大家真的我还在，大健还在呢。唱完这首要好好说，我还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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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团宝宝的直扑舍不走，零零八支持我，零八这么晚了还不睡吗？那我还想再唱一首好听的歌。You win， 你看着办，拜拜。黑小圈圈逃跑，还在，你不该宠坏他。看我，而我却半路返航，随自测的海洋，发现离不开。是决定回去，你已不在原地。我可以接受你的所有小脾气，我可以带你去吃很多很多好东西，我可以偶尔给你带来小甜蜜，就像今天，每天都会给你制造很多惊喜，你的心上我能及。哎，差点。能。爱看，别再分离，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我们之间有太多回忆，爱上了你没什么道理，只是刚好情窦初开遇到你。不希望我的未来不是你，只愿意和你永远不分离。如果保持期限，你还愿意？那你快去睡吧，黑流星，你快睡了，我等等就关了，快睡好吗？我要唱这个，你也不要，我要唱这个。可以在一起啦，好啦，好啦。等等就垮。三年的回忆，我如何抹去？能不能再拾起？永远在一起，还没有过期，我们就别分离。所有小脾气，我可以带你去吃很多很多好东西，偶尔给你带来小甜蜜，就像几年前那样，每天给你很多惊喜。不能治愈的快乐，只有
就别再分离。今天你想唱多少歌？品贤先自主 peace out。手机看到要没电，我原本以为只开一小时之类的，用爱发电。祈祷就可以遇到你，不希望我的未来不是你，只愿意和你永远不分离。用我保质期，欠你还愿意。有过保质期，趁你还愿意。我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小甜蜜。我嗨，果果真的很晚，我已经收电回家了，我在等你。其实，怎么了，妈？他吃我的瓦吉。那怎么办？不能吗？等我。以前你都是热烈，没谎言，不失恋，只为我一人失眠。梦里面你出现的画面越来越远，我能不能少爱你一点，像以前，以前一切的一切有底线，会发现不像现在藏几面。如果你从来都没改变，你要去告状，告什么状？谢谢艾瑞克的玫瑰，你看我开到现在刚好，艾瑞克可以看我，对吧？手机先充好再看广告，对。不是，你能不能再爱我一遍，像以前，以前你都是热烈，没谎言，不失恋，只为我依然失眠。梦里面你出现的画面越来越远，我能不能少爱你一点，像以前，以前一切的一切有底线，会发现不想再爱上几面。如果你从来都没改变，你放这首为什么？好贴心，为什么要帮我白眼？随机找人当盾牌，这白眼蛮怎么办到？不是，那你为什么要乱吃个尸体？
如果你从来都没改变，带宠物到低音炮唱高音很高，你音域很广的音准，其实我很容易走音准，我快人格分裂这边，我快人格分裂这边赶狗狗下播，为什么我已经十八岁了，所以我也可以管你开到很久一下下。像以前，以前，以前，没谎言，不失恋，只愿我依然是。现在卡在。的画面越来越远，我会做到少爱你一点。一切一切的一切，时间管，你还未长大。再藏几年，如果你从来都没改变，你不要逼我。小晴，小晴是什么时候关？谢谢。流星麻将，请问这是黑流星吗？小麦条件多好啊！你瞧瞧你自己，再瞧瞧那个奖，可惜了。你还说我专情看过啊？不是，真是还没追踪过我的，请欢迎追踪我。哦，不是啊，你好，是麻将。不知道什么人乌鸦密密麻麻，自由意的情绪不知该表达。你不是，对不起，对不起。不论我在这里，在哪里，仿佛是我的证明，却明白此刻应该做些努力。无论我在这里，在哪里。不能弥补的过去，每当想起，想过离开，以这种方式存在，是因为那些旁白，那些姿态，那些伤害。不想离开，还有你才忽然开始莫名。第一次来看果果，是第一次吗？你好。怎么了，空空？嗯，小小。夕阳西下，翻着电话，偶然拨打，是习惯孤独的，我该得到的吧。独角鸭把谁推下，才算赢家？我无声的反抗，何时能战胜他？无论我在这里，在哪里，仿佛失魂的证明，却明白此刻应该做些努力。无论我在这里，在哪里，不能弥补的过去，每当想起，哦，这种方式存在，是因为那些旁白，那些姿态，那些伤害。对，我刚刚断播了。过悲哀，仰望未来，伤疤就丢给回忆吧。才得到更好啊，别怕别怕。想过离开，白给阴霾，没想到你会拼命为我拨开。好啦，我关了，我关了。那些旁白，那些姿态，那些伤痕，
不想离开。比果果玩开都比果果早，感觉今天如果阿潘有开，果果一定输掉。你确定吗？你要尽快习惯。I love you， 还不可以关啊？为什么还不可以关？只是不想你太累而已。早开晚归厉害了，我们的果记得念吧。好了，要关了才是关键字。对呀，还要，这跟差不多的意思是一样。刚从别台回来，结果还没。你看吧，其实我是套路来着，就是我在等大家都关播，大家会看还是有谁还有开，这样看到哎，还有一个人没开播是谁耶，然后就哎认识了果果，对对对，很棒吧，我已经不能没有你了，刚刚看到，还不错吧。决定买四包，真的吗？嗯，很棒，计划原来是战术。对啊，你们都不知道我在想什么，真是的。原来是这样啊，懂了。你看，古早就回来了吧？本来就认识了。对哦，那可能会有一些像是麻将说今天第一次看我播，是不是等到他私雅关他来看我，所以就。果果一定输，他一点还有点晚。AKA 借口，空空唱给你听的歌。噔噔噔，我第一次看果果，你才不是第一次看果果。谢谢队长，看到你先动，谢谢。时间绕，得不到的美好总在心间绕，白帆里无处跑，谁也抹不掉，触不可及刚刚好，日间常让人闹，那是滚烫的心跳，也曾无处遁逃，像一段烈火燃烧，小心跨不过的桥，时光匆匆的跑，或许烟花说月牙牙，第一次看关是我真的，但我是真的。白月光在照耀，你才想起他的好，朱砂痣久难消，你是否能知道，窗前的明月照，你独自一人远眺，白月光是年少，是他的笑。你们有勾勾骗不了，品贤也有勾勾的耶。不过其他人我没办法控制，还是小晴重开，真的吗？给我唱歌，谢谢。小晴也重开，哈哈哈哈，真的假的？那我们就继续播吧。滚烫的心跳，也曾无处遁逃，像一段烈火燃烧，像你跨不过的桥，时光匆匆的跑，我要化作月牙牙，因为我也有勾勾，因为我开了两次。白月光在照耀，你才想起他的好，朱砂痣久难消，你是否能知道，窗前的明月照，你从此依然远眺，是年少，是他的笑，你才想起他的好，朱砂痣久难消，你是否能知道，窗前的明月照，你独自一人远眺，白月光是年少，是他的笑。现在的比赛，
sit by myself, talking to the moon. 小晴加油，不要输呆。哥吉拉大战金刚，Hello， 阿翔欢迎回来，谢谢空空的星星引人榜，一首又一首中，我看播都累了，果果你体力真的撑得住。平贤，你是不是想该去休息了？如果你要去休息，就赶快去休息，赶快去睡觉，因为很晚。我等一下就关了。Talking to the moon, trying to get to you, in hopes you're on the other side, talking to me too. 学生组嘛的三十三，真的说到他直播。大概还，我等一下就关。本台最大黄金，才不是你。Myself talking to the moon, try and get to you. Okay. 跨日后果。Hello， 小霞，晚上好呀。播播英文歌。Talking to the moon， 你想播到凌晨。I sit by myself, talking to the moon. 晚安。原来果果开那么晚，只是今天刚好比较晚开，所以比较晚关，对吧？I hope somebody will.I need somebody who can love me at my worst. Oh, I'm not perfect, but I hope you see my worst. 你 somebody who can love me at my word. 班班班，我来拍一张照片。Can I call you baby? Can you be my friend? Can you be my lover up to the very end? Let me show you love. 他一定不会打我。不过那么晚经常看来平常都很晚睡，哪有？嗯，刚好。
都准时关，不用聊天。I need somebody who can love me at my worst. No, I'm not perfect, but I hope you see my worth. It's only you, nobody knew I put you first. And for you, girl, I sure love to the worst.以后就不会错过直播，喜欢这样的曲风，嗯，感觉拍了好几张，竟然真的要输。越晚上来羡慕女生的长发。I need somebody who can love me at my worst. No, I'm not perfect, but I hope you see my worth. You know, nobody knew I put you first. For you, girl, I swear I'll do the worst.被我们延拖延，为什么被你们拖延关播？你们是坏蛋吧？嗯，这样讲好奇怪。我平常没有在运动。好好好，我唱最后一首。我喜欢的歌，然后我们就关播。越晚越看我。讲拜拜重复拖到跨越，想多看一点诗雅。我听了这句第几次。 Yelling at the sky, screaming at the world, baby why'd you go awayI'm still your girl. Holding on too tight, head up in the cloud. Heaven only knows what you are now. How do I love, how do I love again? How do I trust, how do I trust again?I stay up all night, tell myself I'm alright. Baby, you're just harder to see than most. I put the record on, way to hear our song. Every night I'm dancing with your ghost. Every night I'm dancing.他应该学学你的千金，什么意思？休息完毕。这首好好听，我也喜欢这首歌。I stay up all night, tell myself I'm alright. Baby, you're just harder to see than most. I put the record on, wait till I hear your song. Every night I'm dancing with your ghost. Every night I'm dancing.With your ghost.
again. How do I trust? How do I trust again? I'll stay up all night, tell myself I'm alright. Baby, you're just harder to see than most. I put the record on, wait till I hear our song. Every night I'm dancing with you. 跨日 get， 印象中超准时关的是阿丽莎兄弟。跨日啦，开心！这是我第一次跨日吗？I need somebody who can love me. I'm a worst. I'm not perfect, but I hope you see me.干不死。不过果果刚刚让我念经啊，日榜本场那个日榜啊，为什么被刷掉？日榜啊，啊，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日榜了？屁孩去睡觉。跨越那么高兴，跟小孩子第一次约，因为跨越，哦，怎么办？怎么办？哈，要看本次没，因为我刚刚九点的时候开的时候有那个。我刚刚九点的时候开，然后我开到某一个时候，它关。可是念周榜又好像也不是周榜。怎么办？那我就念日榜可以吗？看你下次还敢不敢？那我下次就不要关播好了。我有截图啦！啊，我需要，我需要。对不起。日榜都没人，反正都没有。小晴下啊，小晴下了啊！我想听听别人念总榜，为什么要念总榜？那我月底的时候，你们提醒我念总榜好不好？哎，不是总榜哦。我以为是月榜，
hope you. 那我们来念果果赢了，嘿嘿。那我又开心了。Oh, so sweet. 那我们来念榜了哟。说有人生气气了，胜者为王。还在播，我要关了，我要关了。OK， 我们来关播吧。谢谢了，还替我想到，看到快睡着去了。好了，我快关播，你们快去睡吧。今天的第十名是柠檬，谢谢柠檬。第九名是小生，谢谢小生。第八名是玉，谢谢玉。第七名是落日一笑笑，谢谢落日一笑笑，谢谢笑笑。我刚念到哪里了？小小是小小是第七名，第六名是九九，谢谢九九。第五名是黑流星，谢谢黑流星，黑流星睡了，晚安。第四名是罗杰，谢谢罗杰。第三名是品贤，谢谢品贤。第二名是 fly， 谢谢 fly。第一名是团宝宝，谢谢团宝宝。好了，我们来关播吧。刚念完上，拜拜，要关播了哟，谢谢谢谢大家，好啦，晚安，谢谢团宝宝的小浪花，黑流行的才不是，好啦，说晚安了哟，要 peace out 了哟，叫晚安，店长晚安，西兰晚安，牙叔晚安，罗杰晚安，林豹晚安，嘉宏晚安，大健晚安，加速晚安，团宝宝晚安，玉晚安，柠檬晚安，麻将晚安，西南晚安，孝贤晚安，品贤晚安，小易晚安，艾瑞克晚安，空空晚安，斯蒂芬晚安，John晚安，阿翔晚安，佳作晚安，幸运晚安，樱桃猫晚安，板兔晚安，小白兔晚安，德全晚安，有晚安，古早古早会晚安，我就不知道，我是不知道谁还在怎么办？欢迎战士晚安，富来晚安，阿春晚安，春风晚安 ，rock 晚安，我刚刚我怎么接？富来晚安，夜风明月晚安 ，Simon 晚安，樱桃猫晚安，志祥晚安，等一下我听说，嘉宏晚安。刚刚晚晚安，浩一晚安，不要又滑手机好。黄宇晚安，晚安嘉阳晚安，大家晚安啦、啊。我猜国下不会还晚，不会，我要睡宝宝了。下次再来看手机会记得。大家晚安。三二啊，店长晚安，店长晚安，好了，晚安晚安，很有趣，拜拜，三。